这个户是我画的，在画的当下没有什么想法。我来解释一下哈，造户的路程中，就像响尾蛇一样，自己钻，到处钻。戴特叫声就是碎碎念，曾经念到声带长茧。造户的路途就是充满荆棘，辛苦。现在回头看，一片绿色的草原，因为孩子长大了，公婆也送走了，现在还剩下一条受伤的腿，慢慢的在挣扎，还是希望孩子能够一天比一天的更进步。照顾的路程，放在自己身上的心只能那么一点点，我现在要学的把爱心画大，好好的照顾自己，我要用一个动作来表现，爱心画大，把爱心画大，好好照顾自己。